这个是姐姐帮你做的布丁冰棒哦，知道吗？嗯。来，你先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好，吃看看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真的哦。你看，来，我来展示一下哦。这个就是整块布丁去做的哦，就是用这个冰棒棍，然后姐姐把它插进去。来，我看一下，你怎么一直在吃黑色的部分？黑色部分是最甜的部分，你先吃黄色的。没有，我先吃黑色部分，把黑色部分吃完再吃黄色部分。好，是不是黑色部分比较甜比较好吃？所以先吃黑色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啦、啊。我就知道，我猜对了。你看姐姐帮你做的这个布丁冰棒，超漂亮，超好吃的样子。留下去了，那你就把没有留下去的，只是因为这个太冰了，所以没有留下去了。就给它舔一舔，留下去地方给它舔一舔就好了。啊，如果你吃不完，你可以留着啊，因为姐姐有说她还想要吃。这个布丁，你吃啊。这个、是普通的布丁。你吃。嗯，普通的布丁也好吃吗？嗯嗯，你如果吃不完，你就留给姐姐吃，因为姐姐有说边边是普通的布丁。我知道，姐姐有说她也想吃哦，所以你如果说你吃不完，你就可以再放回去这个盖子，然后姐姐洗完澡就会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吃。